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是，植物大战僵尸的一个积木蛋。这个显示上，西瓜投手不乃伊僵尸，还有一个牛仔僵尸。这个狂野西部怎么会有一个不乃伊僵尸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，就是不乃伊僵尸是进来的。好，我们拆开布洞。这包的组件更小，把这个鞋底给我拿出来。这里还有个钥匙，一装拼装上面再贴纸。好，我们先把入账帽给拼起来吧。入账僵尸我们拼过了呀，这牛仔入账僵尸。入账僵尸是什么鬼呀？入账完成，这是铁桶。这是牛仔僵尸，戴在这里，显示上，这是他的手，他的手是一个红的，他手还拿着一个旗子呢。这个旗子。好，旗子完成，带入账，入账，旗子入账，旗子入账，旗子入账，牛仔僵尸。好，听西瓜投手，先入账，牛掉了。答案的稳通点，稳通点，啥叫稳通点？稳通点就是老是掉嘛。稳当点。我知道，这西瓜的叶子。这西瓜的炮弹，给它安装上。西瓜。一个不乃伊僵尸，好了吗？再找人魔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他的装子弹的地方，可以打僵尸。又找什么呢？你人家又不找全。或者这个不乃伊僵尸带着不乃伊铁桶，为什么这个牛仔甜筒为什么要给他带呢？真搞笑，连个电话也要不带他，这样
不用这个，用这白的旗子，白的旗子镇住，要不只用灰色这个旗子。这个零件就拼好了。好，西瓜投手瞄准一下，看他能不能打到僵尸。西瓜投手瞄准，瞄准了。但是后退，再来他这里 ，OK， 这西瓜头也是非常的厉害。然后这里来打倒这个古奈将士，他这里给你们打倒了。再来说，他这里这个打倒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小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周大战僵尸积木蛋的视频就拼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话，都点击爸爸链接来购入一斤免费的哦。默默玩具每天更新，拜拜。